周末午夜别徘徊，快到苹果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。只差十五岁的一场实景，那天起人生不再自定，懵懵懂懂学着适应，不满足期待，被关上乖乖一态，旁边的后空班女孩其实被坏坏才是卖菜，光俊牌说他爸才是我粉丝，出道三十年还没退休，这是我本事，我的左耳一直通声，南王五阿哥的童真，宝藏杜飞对人可怕的很，也是出王国宝座荣登，越是不会太好越要证明我不会被绊倒，证明是来的满头青菜，好心自言自导，通通灯光的种种比这么听出才有自己胜利，可是对我来说不成立，是我心想胜利。掌声再热烈一些给他们。